大家好，我是 Mefa， 欢迎来到我的 channel。 咁咧，我 BB 咧将会踏入第呢个嘅27周啦，即系意味住准备去呢个嘅后孕期啦。咁样咁剩翻3个月嘅时间咧，咁 BB 就会出世噶啦。咁好多人咧都问我你最近点啊个情况，亦都咧问我几时生得啊，亦都问我咧几时可以公开一下你 BB 嘅性别啦，因为大家都好期待究竟系生仔定生女。咁啊系啦，咁我今日咧就会透过呢一段片同大家分享啦。咁其实呢我一路以嚟呢都係好想搞个 gender review 嘅。咁喺外国嚟讲呢，其实大部分嘅人呢都係第一胎搞嘅，好少第二胎搞嘅。咁我点解咁例外呢，係因为因顺之前呢係疫情嘅时候生出嚟啦，咁我冇机会去搞啦。第二呢我都想多啲朋友参与啦。咁我今次呢个活动呢好庆幸呢邀请到一啲弟兄姊妹呢嚟到场庆贺啦，一起去感受神嘅恩典啦、祝福啦咁样嘅。咁大概有20多个家庭出现啦，都好多谢佢哋啊，系啊，即系我系自在，大家一起开心食嘢啊，一起去庆祝啊，同埋多啲人会有气氛啲噶嘛，系啦，同埋今次咧，我都有自己有少少嘅分享见证啦，即系讲翻自己点解会帮小朋友改名，改咗呢个名啦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，我想。即是我同老公改呢个嘅小朋友嘅名嘅话呢，就记得一路睇落去啦咁样。咁当中我哋又玩游戏啦，互相去祝贺啦，有影相啦。咁我好感恩今次呢我都邀请到两个朋友仔啦，咁就帮我忙啦。因为呢即係我喺美国生活呢，虽然唔係话好长时间，但係的确呢我同老公又未试过呢参与过一啲 gender review 嘅 party 啦。咁亦都好多谢另外一个临场无端自动静音嘅朋友啦，咁我唔开名啦，系啦，佢亦都系做一个camman 啦，系啦，又帮我哋影相啦，又帮我哋做摄影啦，咁佢哋两个都真系好好啊，系啊，咁啲相咧可能暂时未能够公开啦，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，都不妨。等多一等啦，因为最好嘅嘢呢一定係要等到最后嘅，係啦，咁样。咁好啦，咁我就唔讲太多废话啦，咁事不宜迟啦，咁我哋呢就正式开片。代表佢噶啦。O K， 咁你点解会男仔啊？我净系得生仔嘅经验，我觉得都几高啊。系咪男仔系应该高噶，系咪？系咪啊？你有？我听过尖同圆噶。哦，咁我都黐咗啦。系啊，代表神即系一票呢家。系啦，呢啲叫买定离手。边个男？边个女？系啊，每个家庭一张。我哋屋啊。一张，喂，咁我哋喎。我屋女啊。我屋男。吓？嗯。点解啊？因为佢个肚论点说明圆啲，因为佢同我听讲话个肚圆啲大啲系女嘅，尖啲就系仔。咁我觉得佢个肚都颇圆嘅，同埋 most importantly， 佢个仔仔咧一直都话妹妹啊妹妹啊，所以我信佢个仔啊。神嘅。OK， 秒啦，我哋翻电脑先啦。What？ 我哋而家即刻录影你嘅菜果。咁你 cut 衫啦，讲啲嘢咯，因为。花片毒咁兒戲嘅，一盤啫。咩啊？咁你係男我女咁係嘛？係女咯。好。跟住我哋呢度。我嗱，我又唔知仔定女，不過我就係想係有個女，所以我就會貼女啦。呢個係一個自己想嘅，係啦，唔係估嘅。唔係估嘅，我又唔識睇，我又唔識睇喎。咁我係想有個女，一個好字。仔，耶，係你覺得係仔啊？我覺得係仔啊，因為佢個肚好尖啊。好尖就係仔噶啦，係。啊，有啲人話。
下佢個肚圓喎。啊，希望佢估錯咗啦。希望佢估錯咗。希望佢估錯咗啦。希望你估錯咗係咪？你都想佢有個女係咪？係，梗係啦。葉明，你估係仔定仔？我估係仔。你都估係仔啊？係咪又係尖啊？因為係啊，佢個肚比較尖啊。哦。而且比較高啊。我係頭先阿 Megan 都有講我話高嗰啲就係。在後面看呢，在背面看呢，就即不是說看不到，在後背看呢，看不到。後背看看不到就是生仔。是啊，基本上是這樣。試一試，你覺得是女？為什麼呢？因為我覺得她很顯懷，所以她一定是顯懷人。我是懷人，所以這是一個美好的祝福，是，我也覺得是。你猜是仔還是女啊？我希望她是女咯。你希望她是女是吧？因為為什麼知道不到的？是啦，慢慢。這麼冷靜？為什麼我這麼冷靜的？恭喜你！看一下戲。這裡呢？簽這裡呢？這個是一個滿滿的祝福。是啊，我希望她是女咯。阿倫都是女仔的了。你覺得是女仔的？是啊。為什麼呢？沒什麼原因的，我想都是傳統上都要希望有個男仔，一個女仔，一個男一個女啦。好，希望是了。好耶！Girl too. You think it's a girl too? Okay, I'll pick this one. We have so many girls. I think it's a girl. Team why? May I ask why? Because I love girls. Yeah, I know, right? Why? Yeah, exactly. This is really awesome. Yeah. Hey, hey,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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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.希望啊！
我是女仔是不是咁啦 ，Ben 同 Michelle 咧，你哋估咩啊？女仔，你哋都系估女仔，点解啊？我估佢哋想要。我哋佢哋想要个女仔。系啊，你祝福佢系咪？你 Michelle 咧？一仔一女，我跟 Abby 啊嘛，我。哦，你跟 Abby 啊嘛，好 ，thank you。Hello。讲原因噶？系嘅，要讲原因噶，系咪你哋两个达成共识噶？诶，啲男哥企埋你一齐啊，好远啊你哋。哦，系啊，因为共识就系咧，佢拣女，我就拣男。我揀女啊！我有原因嘅。要有共識嘅喎，喂。嚇有共識㗎，一張嘅咋，不過唔緊要。而家去到未升陽，都應該有嘅，一人一張啊嗱。算啦，我都冇話事權嘅啦，佢話乜就乜啦。好啊，係啊，我揀女，因為我係中意女多啲嘅，第一個原因。第二個原因咧，就係因為我有睇 IG 大部分都係揀女。係，所以你覺得係？我想女嘅支持者係多啲，而且我見佢反應好似女嘅時候係開心啲嘅。佢 definitely 係想要個女啦。是啊，因為有個仔啦嘛，跟住要問佢啦，係咪先？冇錯，冇錯。好，你見而家 Richard， 你覺得咧？你覺得係仔定女啊？佢個肚咧圓圓地，我覺得係女。你估係女啊？好啊，你有貼紙多啊，你可以黐嘅。拼定估啊，拼定估啊，拼唔係，拼唔知點。哦，爛咗。唔緊要，下一張。不行，要咁样嘅，得，我手滑，耶，八，耶 ，thank you， 我哋好啦，边男老师你觉得系男定女啊？凭佢今日着嘅衫嘅颜色。好像很多人都是这样估，但不是喎，不是啊，即系有如果是估男仔那些啊，系啊，都是这样讲，系啊，其实是不好意思嘅，系啊，系嘛，系啊 ，thank you， 感谢老师 ，OK， 万 Sir， 嘿，万 Sir， 你觉得是仔定女啊？看到佢个肚咁圆咧，梗系女啦 ，OK， 好。同埋睇下幾多人，全都係女。好啊，都成年貴賢啦，一陣間揭曉係。佢心目中都係想女啦。得唔得？或者可能佢呢邊仲有一張要搣㗎，黃色嗰度。係。係兩位，無面嘅，你細佬應該企出邊啊嘛，睇唔到佢嘅，係啦。係，你覺得係邊個？嗱 ，OK， 你覺得係仔仔，點解啊？點解 Hayden？ 點解你覺得係仔仔啊？有冇原因噶？純粹想係男仔係咪啊？自己變聲添。好，你咧 ，Hanson， 你都覺得係男仔。好 ，OK。可以，你估係女仔？點解呢？因為系好， <Nice. S 2> 因為我哋教會咧，我發現咧一男一女嘅機率咧係好高啊嘛，最多數都係一男一女嚟嘅。祝福佢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我哋睇下統籌姐姐先嚇。thank you， 哥哥，唔該你哋。好嘅，呢度 Jackson， 你好似温柔。呢度。在度先，應該 OK 啊。OK， 你可以好過來。OK， 我哋而家咧請牧師咧為我哋呢個 gender review party 咧開始有一個祈禱先，唔該。冇乜嘅，牧師要好似我咁樣。好，我哋安靜下，牧師。OK， 我哋一齊祈禱。親愛天父，我哋多謝你，你喺我哋當中一路祝福，俾我哋有好多細佬哥。好多 parents， 主啊，求你今日係特別咧，係祝福呢個係 Tony 同埋 Samantha 啊，同埋 Benjamin 佢哋一家，佢哋即將迎接一個新嘅 BB。求主俾大人細佬哥都係咧，心裏邊充滿喜樂，同埋咧係求神
叫我哋当中嘅每一个小朋友都系喺神嘅家、神嘅真理里面成长。求主赐福，求主保守，亦都保守 Samantha。前面的生產是順利經歷主恩，我們多謝你，我們用一切榮耀重讚感恩歸給我們天上的神，我們這樣祈禱感恩交託，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祈求，阿門。好，有張凳坐在那裡先，兩個这些是大家的朋友，就所谓的亲人。我们现在是进行一个感恩的，很开心。他会播一首，他们选了一个诗歌，然后呢你们要很留心听一下那个诗歌和那些歌词是有他现在的 BB 的，就是个名字在这里的，中文名，所以你们留意一下。哇，是萬Sir超認真喎。好，我們回到主角家庭。祈禱，咁神又應允，咁我
哋咧就好順理成章就有佢啦。同埋嗰陣時一祈禱咧，我係同神講，我要有仔，我要有仔先咁樣，咁跟住就 bit 咗阿優順出嚟。原來有 magic word 㗎喎！但係而家咧我就乜都唔理啦，仔定女都係照佢啦。但係咧就照改個名叫做旨意，希望神嘅旨意咧係喺我哋嘅家庭裏面去運行。咁所以我希望藉著呢一個嘅活動咧，都想同大家分享神嘅恩典。我想問啊，咁如果係仔或者女係點樣唔同寫法啊？如果仔嘅話咧，就係兒子嘅子。哦，一字啊，司馬懿嗰個。跟住就好雜嘅字啊，女咧就係子曰個子，即係草花頭個子。咦？多咗個啫。草花頭邊個字啊？草花頭下面就係永不止息個子。哦。周子曰。係周子曰個子。意大利餅乾，意大利餅乾，意大利餅乾，飛去意大利，即係個意思係一樣嘅，不過就寫法唔同咁樣咯，咁啊陣間就會開揭究竟佢係邊一種寫法咁樣啦，咁我哋一齊唱一首詩，唱多次呢首詩歌嚟。仔定女咧？唔係，或者你希望係仔定女咧？咁樣啦，係最後一個啦，然後之後我哋就會成點啦。係。sorry， 我喺度先。妹妹定弟弟啊？妹妹。弟弟。點解？咁兩個可以打交叔講啊？咁兩個可以打交叔講啊？出嚟，系整出嚟，弹出嚟，弹出嚟，系啦，哦，系蓝色嘅。